各位师兄师姐、善男信女、十方众生，大家好，身体健康，吉祥，感感恩恩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弟子林师傅要讲解《心经正法》第二季上，如何建立《心经正法》，成为一位新同修妙友。师傅代表季龙波一、一封致富。 财宝心经弘法，现在我们是用宇宙自然疗法中心，因为我们心经正法不是关于宗教的，这个法门是宇宙自然法则，万法归宗，全根据宇宙自然能量修行。阿弥陀佛，心经正法所讲述的天理。 舍利舍利，熟利熟利，一耶呀一耶呀，都是天话。一耶呀是代表《心经》法门的意思。嘎那点嘎那点是代表弟子。每个人建立新政《心经》正法都可以启发天语出来，而且十方法界都是用它这个天语，同意宇宙自然法则，以文一切众生。 都会使用。跟作我们为什么还要念阿弥陀佛？因为阿弥陀佛就好像一个电台，我们打电话都要签约一个 message、交 e l e r 或笔记。我们除了用心经台，也是要借力宇宙的阿弥陀佛台。阿弥陀佛台它的电波能量比较强，所以我们的信念。 比较容易感应神通，阿弥陀佛，肯定的，容易收到线感应宇宙的能量，舍利舍利，合利合理，也是天意。阿弥陀佛，今天师父要解析的主题，为何我们要请一位师尊？因为《心经》正法，天庭封令，替天行道，普度众生。 一种宝根的程序，心经正法，比如佛 G、五 G、iPhone，不管我们修什么法门，也是要借力什么佛菩萨、神仙化身做法事，或者他有什么仙滚慧根，你是有修，使他修行很顺利，成就正果。 现在我们建立心经正法，立刻可以得到后修行。其他法门就有很多的世界，要念经咒，还有些要吞很多符咒，还有各种各样的仪式学法，也是建立佛菩萨、神明、神仙化身在人间界以内，有阴阳神仙界。 心经正法，透过天引万的普健佛菩萨，发挥宇宙自然能量、智慧大圆满、无尽无量。如何建立心经正法？首先要诚请一位师尊，天庭所批准下来人间，配合神人合一，在我们的道心。这位师尊是你自己八岁的法号。 师尊名号等于一个锁匙，开我们的道心。如果没有借力这个锁匙来修行空，是要花费很多时间，有可能十多、二十年也没有感应宇宙能量或者佛菩萨的存在。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 在哪里都很难感应到。所谓我们丰盛了，有了八顺道心已经开了，比如说谓可以用了。电话是用理记的交流，我们是道心用 Master Mind 来感应神通。心经正法使命，挽救现在的末法时期，普度众生。 现今法高一尺，墨高一丈。墨世界已经太强了，所以慢慢的阵法给予墨压下来。建立修行心经阵法可以修成学不胜阵，很多神坛、祭童、其他法门等等，慢慢的都要借记，如果我们修一大道。 境界就会开悟成道，可以事件力行，服务人情，与众生普度众生。如果你开悟，原来是像一套 program 心经法门。当你知道心经正法的功力效果，法力无边，真的假不了，我们才知道是假冒你。 所讲到的很清楚，每个人都可以成道成佛，是可以证悟真理事项也相信是很科学理解如何成道，很肯定可以要耐心坚持，诚心、勇猛精进、恒心，不知不觉一步一脚印，达到成就正果。过了四十九天，坚持继续。 follow up，清修打坐做功课，保证师傅讲的一切可以实现的，肯定也可以接受的。你可以四十九天内感应宇宙能量，神人合一，师尊存在，所谓配合师尊的多多指教修行。如果没有感应气场能量，我们自己的本性的潜能。 怎样激发出来？所谓的智慧大圆满，如特异功能，是纯自在本性。所谓神通，不要以为这么神，其实是感应能量。特异功能全在启发出来，智慧大圆满。我们要明心见性，是经过确立心经正法来实践力行。 做外功功课，来感应真理事项，才会明白如何明心见性。不要只是研究听闻、读很多佛书，明白历史是达不到开悟的。这样的方法修行，只会学到一些甚至是语文的智慧大圆满，不会明心见性，逃不出真理事项。但是我们心经正法不是讲语文。 是建立修内功外功明心见性宇宙真理实相，它是存在一百八仙，而且很科学，所以这个科学文明可透过修行得来的理解。通常我们这些科学文明，都越先进越有弊，对不对？好像二机、飞机、电话，改天你讲有弊吗？ 到未来十年、八年，你就会看到，对我们人类是有弊的，而且影响很大，身体健康。对我们最大好处是回归大自然、宇宙能量、自在本性、智慧大圆满启发出来，普度众生，万物唯心造，智慧就从我们道心本来就有。爱因斯坦。 这么 IQ 很高，很可惜的，他才用到道心智慧十三八仙而已。这个是科学家公认的，我们普通人最多不是五八仙或两八仙，还有几十到八仙没有启发出来，真的很可惜。在人间百科全书或整个宇宙智慧大圆满都可以启发出来，真理是像。 师父也认证，无所不问，疑难杂症都可以化解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可以宣告出来，也是道心不认里面。所以，当我们问其他神明或道法师，都很清楚表达出来事实。其实，我们自在本性不认已经闻名过了。 有时候我们会发梦过去的大事，发梦到文明时代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发梦？因为我们道心身体有三魂气魄，其中一个绝魂它飞出去，过去时代不变所以我们就会发梦。整个道心不变已经超过曾经三万亿年不生不灭。 所以一切法都是变化无常，宇宙法则、天理定律一百八千存在，还有我们命运一出是都有定力了。为何我会出生在这个世界？这个全部都可以解释。如果你知道了真相，六道轮回都可以解释了。我们这么心灵痛苦，因为我们命理。 已经有了定力，所谓我们的造的业，因缘果报，很多人得了癌症、奇难杂症、疑难杂症、意外天灾，都是逃不过天理定力。天理定力也是存在一命、二运、三风水、四交易、五是法、六是智慧大圆满。阿弥陀佛。 因缘果报，所谓因缘细胞跟着不认时辰和使命任务来的，跑也逃不了，那是体内细胞使命。生命中的过程、命运、健康、运气是命中注定的了。如果那个细胞是冤亲债主、业力。 天官煞、时辰到，报应不爽，这些因孽在借力心经阵法都可以化解。当灵性众生在身体内要化解出来时，全部都会讲天话。通过心经阵法，灵性在身体内四项都会理解科学。 灵性是有很多种类，COVID 十九也是一种工业的灵性，COVID 十九 virus 灵性都会讲天话，都会讨价还价，还有 COVID 十九 vaccine 预防针也会讲天话，不要以为那个预防针是制造抗病的蛋白质而已。 我们心经阵法都可以化解，阿弥陀佛。嗯，如果你打了那个预防针，我信十九，其实高位十九细菌 virus 还是存在的。如果未来发生变种，那就有后遗症。细菌的变种，白种或黑种，都是工业在变的。 因果报应，师父在这里透露一点点。只要我们不要缺德，不要有傲慢心，就可以避开这个灾难。就算你中了高危十九，19, 也是有贵人来救你的。记得不要缺德，不要傲慢，众善奉行，这是化解药方。 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感恩感恩。接下来还有继续一系列讲座、治疗、验证、其他超度法会等等，欢迎观看、分享与订阅。再见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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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厚力厚力